为什么会这样？是你，是你提前把炸弹的引线给剪了。我早就知道我会有这样的结果了。我错的路走得太远，回不来了。小北辰，以后请你好好照顾航姐。过上好日子，这是你一直向往的世界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不起。Thank you.